啱啱收到一張全年免費的港鐵站的飛，但你可能全年都不搭。不是，我是多搭機鐵，機場，機場快線那裡，因為實在是太方便了，同埋可以預到時間咯 ，check in 又方便。即係多數去出埠都是搭機鐵就唔係，即係有試過咯，係咯，比較多啲咯，地鐵就少啲咯，係啊。係咪都好驚俾啲市民圍啊？唔係，係我唔識搭啊，太耐冇搭過，我驚迷失。好多年。迷路啊，係啊。我想十幾年，十幾年，好想試下嘅。對上一次好似是世貿訪港嗰次啊，係啊，因為實在過唔到海啊，因為佢封咗隧道啊嘛，咁所以就係啦，就搭咗地鐵咯。